31岁张蓉蓉扛初老，请保养当小清新。顶级保养品牌方梦4日发表全新抗皱系列，邀请亚太影后张蓉蓉出席体验。31岁的她爱笑，表情多，脸上容易出现法令纹、抬头纹等老化迹象，但她坚决不做医美。有点不敢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我演戏的时候的表情，就明明可以入围的，就怕入围不了。就只能在保养下面花一些功夫，让自己延缓老去的时间。他平时保养做得勤，从化妆水、安瓶到都膜，6个程序做好做满。算多的吗？可是没办法啊，都已经过30了。随着年纪渐长，保养之外，就连化妆手法也有变化。以前小时候都喜欢把那个，就是都会加什么假睫毛啊什么的，弄得很多很翘这样子。现在就不大用睫毛了，开始会有一些眼睛痒的毛病。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内眼线了，然后也不大装睫毛那种东西，而且看起来就是也比较显得小一些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